不要哭，小雨后，这把匕首叫做白虎匕，你是他的儿子，带着这把匕首活下去。妈妈，我的魂力已经十级，可以取后九魂环了。我会好好活着，我会成为一名魂师，一名优秀的魂师。十年，二十年，五十年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您证明。已经走了六天路，应该快到了吧。仙斗大森林，斗罗大陆上最大的魂兽聚居地，在那里我可以狩猎魂兽，魂兽死后会浮现魂环，魂环被杀死他的魂师吸收之后，能帮这个人突破修炼瓶颈。只要一个魂环，我就能从魂师突破到魂师。请你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雅，这小兄弟还没吃呢，你倒是先吃起来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好了，小雅老师，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大哥哥，也请你吃。小兄弟，你还没吃呢，这些鱼是你从河里抓上来的吗？没事，我可以再烤。我叫贝贝，他叫唐雅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霍宇浩。太好吃了，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烤鱼。贝大哥，唐姐姐，我要先走了。霍小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这里荒郊野外的，而且距离魂兽出没的星斗大森林不远。多谢关心，后会有期。他不会要去星斗大森林吧？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定魂力，可能就是去猎取魂环的。他的魂力很弱，贸然闯入星斗大森林会有生命危险的。
漂亮，这里就是星斗拉森林。变得好冷。